今天就不能再手相牵，有些回忆值得一辈子去纪念。立川，把时间磨合冲淡了遗憾。我是小秋。病人已经失去了抗争的意志，这时候你要尽量鼓励他，他想听什么你就说什么，让他高兴，让他开心。我才能够放心的走远。我觉得你这样，你别放弃好不好？这样你一定要醒过来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只要好一点，我马上就move on，我再也不给你打电话了，我再也不缠着你，我马上就离开上海，我去别的城市，但是我求求你，你一定要努力的活过来。救护车就在楼下，医院那边也照你的要求做好了一切准备。现在病人情况怎么样？严重脱水，低血溶性休克，无衰。我怀疑还有可能有血胸和急性肾衰。到了医院以后，立刻拍胸片抽血。好，现在先准备500毫升生理盐水扩容，再通知医院准备全红血细胞和血小板各4个单位。我要现场插管，准备好呼吸气囊、手动通气。好，我现在立即给他消毒。请家属回避一下，快！我答应你，我会常常打电话告诉你他的近况。不要了，都决定分开了就要彻底一点，对吧？你这样应该会很想念他的。会想吧，但是可以把这份想念放在心底。其实我在啊，一点都不利于他的康复，你知道吗？他已经因为我一连3次的病危了，我真的不能再让这样的情况再发生一次。安妮，你不要这样想，这些全部都不是你的错，你知道吗？确定不跟我们回苏黎世了吗？飞机上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？差不多了，龚伯伯跟我们一起坐飞机回去。那骨髓库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啊？还没有，所以估计不容乐观。我会天天为他祈祷的。谢谢，记得有空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啊。电话就不打了，你们彻底把我忘了吧？不好吧，你这个翻页会不会翻得太果断了？
我有一点接受不了啊。之前就是因为太不果断了，所以才惹出这么多麻烦。我希望你们把他照顾好，让他赶紧好起来。对了，这是绿川要我送给你的。好吧，我代表绿川拥抱你一下。保重啊。你也是。嗯。